望它会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媒介。我们希望能透过咖啡传达你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议题或另一个或是甚至是社会的 你的关心跟关注，那也包含是我们希望咖啡也是能让你开始分享自己分享彼此的一个开端这样。叫燃木咖啡主要是因为我们应该说因为可能是心理系毕业，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关注人，就是关注人跟关系这回事。所以说那时候其实想了很多，就是想要做的东西有很多。那其实也想要做咖啡，也想要做心理相关工作。那后来决定还是做咖啡，因为觉得它其实跟人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咖啡的就是喝咖啡的重点，常常其实不是咖啡到底好不好喝，而是你跟谁喝咖啡，或者是其实是你周遭的人。从一杯咖啡，它的就是意义，有些时候不只是环境或那一杯咖啡，而是你跟谁喝，是有人才会有那个意义。所以那时候想出了一个跟朋友讨论，想出了一个意象，其实是类似萤火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其实我们就希望是咖啡就像一个媒介一样，它能我们希望它能聚集人群，对，能让人们就像坐在萤火旁边一样的。就是谈天谈心这样，那也希望传达出一种温暖的概念吧。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开放式的吧台是非常有助于我们从烘豆到冲煮去烘完豆去做测试啊冲煮啊都会是比较方便的。那移动上也是比较具有弹性的。那另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吧台跟人的距离是比较近的，那也我们觉得这样对我们而言喝这咖啡才能做交流才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煮了一杯咖啡，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你坐到旁边的角落，然后就没然后了，然后就没然后，就我们希望能大家能坐在吧台前，就是你可以问交流说咖啡怎么煮的，或者是其实也不一定要什么交流，其实光是人的距离在这么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距离，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要以餐厅的那样的形式为主。所以我们希望来我们这里的人都能有更多的交流，所以这算是一个强迫大家交流的一个形式这样。有别于一般咖啡馆与老板相隔遥远的座位距离，来到这里就像来到朋友家，轻松品尝一杯主人用心冲煮的咖啡。闲适自然的交流是书城希望达到的目的，而咖啡的口味也有他个人的坚持。我们蛮喜欢日系咖啡带来的味道，传统日系咖啡的味道，那比较不是现在第三波咖啡的那一种味道，因为我们还蛮喜欢那种饱满扎实啊，然后酸甜很平衡，然后甚至余韵很远长的那一种中焙咖啡，或甚至是终身焙之后的咖啡。那为什么会决定使用这个作为核心？其实主要是我们也希望是做出一个市场区隔啦。因为现在主流你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大部分都是第三波精品咖啡以浅焙为主的咖啡店，那大家推广其实都会是希望推广是浅焙的跟原味。那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一个自家烘焙店，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有属于更多属于自己的味道，跟尤其是烘焙上。所以在烘焙上来说，其实中焙以后其实有些时候它更考验了一个烘豆师，你是否能掌握咖啡豆的豆性，你是否能赋予它更多的味道，或者是烘到这么深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保留比其他人更丰富、更有层次的味道？所以它是也是有比较挑战性的，那也是比较做出差异性的。以现在主流的观念，一杯咖啡的成品一定跟它之前每一个环节都息息相关。所以我如果要煮出一杯称得上是日本就是日式的顶尖的咖啡的话，那生豆要好，然后我烘焙一定要烘焙到日本人觉得就是这杯日式咖啡适合的程度，那的确对于日本人来讲大约都是在终身焙以后的焙度了，以台湾人习惯讲的话，因为那不是一个太确切的对于咖啡烘焙度的定义，对，但是就是大概是终身焙以后，那我们必须以传统的日本人来讲，他们会用这一种它是法兰绒，就是早年的法绒布，他们会用这种东西去进行冲煮，但这个东西由于保养不易，
然后它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进行冲煮，煮这样子一杯咖啡可能需要花上6到7分钟的时间。那段时间吧台手是绑死在那里，完全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的。所以在商业考量上，甚至整个店面的营运上，这个都只能基于味道，而不能基于营业上的考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近代日本也开始就是有很多的店家跟公司是针对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味道做到滤纸滤杯上面去。对，这个是他们近几年，这、就是从大概从1950年代之后就一直在 focus 的事情上。所以其实虽然说日式传统流派，但这个传统它也是不断的跟着市场跟世界的潮流在演进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栏目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很喜欢日式传统，那我们也懂得这个传统的根本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根据这个传统的喜好，然后我们喜欢的味道，但是我们要符合市场上的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用这个方式诠释出现代人会喜欢但是又符合传统核心价值的一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是日式流派很能够做到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日本人古板啊，100年前的东西一定要留到现在，但是咖啡其实在日本来讲有一点沿袭到茶道的精神。我把一杯咖啡端到你前面，它可能对于喝的人而言，它不只是一杯咖啡，对于那个人来讲，他购买的还包括了你怎么充足给他的这一个消费体验，跟你充足过程中的这个仪式感，就跟我们去日本会很想去体验他的茶道是一样。你不是只是为了那一杯抹茶而去的，你是为了体验那整个的仪式过程。所以咖啡在这件事情上面承袭了日式咖啡，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把茶道那一套我觉得很漂亮的复制上来，那这个也是日式传统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摒弃时下流行的原味浅焙，他们希望回到最初咖啡最迷人的醇厚风味，如同日本茶道对本我的坚持，在挑选原豆上只要求最高品质。哎呀，这就是那个破碎豆，就是它可能是被机器夹到的。那其实这还不算严重的啦。那其实最主要我们想要挑掉，比如类似这种，有被虫蛀的，被虫咬一个洞的，咬过洞的，其他就可能会发霉或发黑或者发酸。那还有一些是像保存适当造成这种酸豆，就是整个黄掉这种酸豆，跟这种黑豆。那这几个都会，就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挑掉，拿下去烘焙的话，它对咖啡的风味影响还蛮重的，就是它就所谓的一般的瑕疵味，可能会有那种尖锐的酸感啊，然后那种超扑鼻，就是发霉的味道，然后一些木质味，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基本上总而言之，那个东西只要一点点，你就会让你觉得那杯咖啡很难喝，对，一点点就好。所以精品咖啡的话，其实精品咖啡本来我们买进来的时候，其实它的瑕疵比率就已经很低了。其实精品咖啡有一个定义，就是它的瑕疵率要够低，它 有一定的标准 ，CQI 有一定的标准。可是有些时候难免还是会有，他们产地过的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最后再用手挑的方式再筛选过一次。但什么是适当的烘焙？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蛮广的，因为不同的人他的烘焙手法一定会有很多差异，从小到就是些许差异都可能。它都会造成许多风味的变化，所以到底怎么烘出好的咖啡很难，我们很难直接用讲说怎么样烘就一定好喝，因为烘焙其实，怎么讲，易学难精。它其实烘焙师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烘豆是一个没有学习止境的一个路程。你每次我们都会不断的学说到底怎么烘可以把这个豆子表现得更好。那因为其实光生豆上面的时候，生豆就是个农产品。所以它每年都会变化，所以你首先你得先知道它的主要的轮廓会长怎么样，然后你再透过你的烘焙手法去调整你希望的味道，哪一段该被加强，哪一段该被减弱。那这样烘出来只要符合你预设目标的豆子，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好的豆子，对，而不是说烘出什么风味就是好豆子。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台是一个半全华半热风的机器，那它是半热风，它的热源结构主要是半热风啦。那它这台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锅体里面有镀陶瓷，所以它有多了远红外线的功能是比较多的，那远红外线热能比例相对多了一些。那我们现在豆子进去了之后啊，我们就会直接从这里这样直接入豆。我现在设定的温度应该设定到200度，可以看这里是豆温。那进去了之后呢，我们习惯这一锅，因为我是要设定是要烘焙是终身焙。那进去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烘焙量比较少一点，所以进去之后我就先不开火，会大概有一分钟。这时间让它跟锅炉的温度先均匀混合，等到一分钟之后我们才会再开火。这里有多一台工业电脑，有帮忙记录说它的烘焙曲线。那一般我们常会看的有所谓的豆温跟锅温，那豆温就是说有一根碳棒在豆子旁边，它会负责去知道说豆子现在大概温度多少。那锅温就指说现在锅炉 整体的温度，其实是锅内风温呐。就是现在里面的热风的温度大概是多少？那作为一个供，我们可以去大概知道我们供给热呢，现在供给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好，现在一分钟了，所以我们就一分钟之后我们再开火，所以我们就点开我们的火，然后那火力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前面的时候火力会大概是稍微是中大的火力，哦，因为前面我们希望让它的火力稍微大一点，让它的组织比较蓬松。那前面这一个阶段基本上我们就叫它叫脱水期或者脱水干燥期，就是这个阶段的时候咖啡豆我们主要希望是让它的组织能够软化，然后让水汽能顺利的排出，那顺利的排出足够水汽之后够干了之后呢，我下一阶段会进入到所谓的梅纳反应。梅纳反应 这时候才是主要咖啡的香气啊口感这些芳香物质的来源。开始变黄的时候就代表是所谓的梅纳反应开始了，那大概在转黄了之后，它开始才会有比较多像类似烤吐司啊、烤面包啊那种香气，一些甜香开始出来。梅纳之后，大概约莫在180度的时候，它会进入是焦糖化反应。那时候也是一个大量产生香气物质的一个的时段。哦，那这两个时段基本上其实它是重叠的啦。那一爆之后，大概通常大部分人都是抓靠近一爆，就是它会像爆米花一样开始哔哩哔啦的在爆裂。那我们俗称它叫做一爆，哦，那这时候其实也是大量香气物质会开始发展的时候。那通常我们这一台的温度大概会在豆温大概195上下，所以那下豆完之后，大概我们冷却让它到常温，尽快的冷却就好了。就冷却大概五分钟之后，它就可以到常室温。然后冷却完之后呢，基本上烘焙就完成了。那大概再放个至少个隔一天就可以开始喝。烘焙完咖啡豆后会使用杯测方式测量豆子的品质是否达到烘豆师预想。测量的方式是直接在碗中倒入研磨完的豆子，注入热水到最满，静置四分钟后刮除表层的咖啡渣，再进行试饮，这样便可完整试出最原始的烘焙味道，也借此得知豆子是否达到烘豆师的要求。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样本是会有很多轮，所以说就一路一桌这样一路上喝过去，后来就快到温了，就可以再继续喝，喝到再凉了，所以不间隔两三次。大概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就是跟人家讨论交流，就是关于咖啡的一切。所以，我们以前早期在学咖啡的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煮完之后就跟旁边的人一起煮出来，这个煮的怎么样，好喝难喝，哪天煮爆了这样。那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们蛮热爱在追求这种它的知识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开放吧台，我们就希望说除了客人来，甚至我们希望客人是跟朋友一样进来之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希望我们煮一杯咖啡给他。那有些时候如果他希望他能煮，我们也希望他能进来，就是你自己煮你的咖啡，那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因为也许我不一定煮得比他好，这是很有可能的。那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更就是看到更多可能，也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也不一定。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可能比较期原本比较期望的是在开放18台是这样，也是希望比较没有那么有距离感。我们希望先 focus 在咖啡这件事上面就好，而不要有我们还要额外提供餐点、甜点去让我们分心。第一个是它有甜点跟餐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成是都只在出餐或出甜点，那其实很容易无法真正专心顾到咖啡这样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就采用工作室的方式，就是说透明的，就是让人家看到我们怎么烘豆，我们怎么煮咖啡，甚至你也都可以加进来一起参与、一起讨论，那一起玩咖啡。所以，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咖啡这个市场，台湾它是不断在成长的，所以它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好，它不断在成长，但供给涨得太快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希望说，我们除了在郊野外，有些人可能他不会煮咖啡，所以我们希望能提供比较亲民的一种课程，比较接地气的课程，让大家来一起学咖啡，一起玩咖啡。那越多人会煮咖啡，那当然其实会跟我买豆子的也越多嘛。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客户，那我们也是在推广这个精品咖啡。那就希望让更多人都能认识精品咖啡到底是什么，那也包含认识到，咖啡到底该怎么煮啊，该怎么玩，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嗜好跟休闲嗜好，对啊。台湾人近几年来啦，受到欧美咖啡文化大举的就是进来宣扬之后，其实一部分人会把前辈当作是咖啡的唯一正解。那其实我们栏目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综合这一块，我们希望让大家都认识到一支咖啡不是只有原味的这个可能展现，就跟所有的鱼类也不一定是做生鱼片最好吃，讲坦白话。对，所以关于这支咖啡，我觉得我最想要补充的一点是，咖啡当然豆子烘好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烘好豆子，客人拿回家去，他煮的好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我们还是要，如果我们真的要讲日式，我们要回归到是客人为什么要来咖啡店，就是他想要体验到，吧台手怎么样对待这一杯咖啡的方式。严格来讲，日式传统冲煮是硬要把它做一个咖啡冲煮界定出来才会出现的东西，因为。就煮咖啡就煮咖啡嘛，就理论本质上它不应该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切分，但实质上的确，如果我们真的要论台就是日式冲煮这件事情，它跟欧美系统最大的冲煮在于，欧美人他们煮咖啡早年从德国开始有手冲咖啡的出现，也是大概20世纪初那个年代开始有滤杯滤纸，那他们煮咖啡其实他们不讲究。他们就是咖啡粉研磨好之后倒入滤杯，加入定量的水，然后让它漏完，就叫做一杯咖啡。所以其实他们的咖啡，如果真的要认真探讨，叫做所谓的低滤式咖啡。其实现在在网络上还是会看到这种名词，就是 pour over， 就是我把水倒过去，它就是过滤过一个咖啡粉层，水出来，那就是一杯能喝的咖啡。再回过头去看日本，如果在日本看到所谓手冲咖啡店，它通常不用。Pour over 这一个英文字在对欧美宣称他们的咖啡文化，他通常用 hand drip， 就是手滴，就是手 hand 跟 drip 就是滴的那个意思。其实，因为日式咖啡他们讲究的是细致，但是饱满厚实的口感。那种口感是在这种就是单纯过滤下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对他们。依靠的是一点一滴的方式去萃取出咖啡最精华的部分，然后尽可能不去做额外多余的萃取去稀释咖啡液。那这个是最传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本就是把日式咖啡跟欧美咖啡的冲煮概念切分开来最大的一个主因点。要求极为细致的日式冲煮手法，虽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等待，却更能带出精品咖啡豆层次丰富的厚实口感，也是这家咖啡店一贯的坚持。当然，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可能品牌的核心啊，跟我们的主轴，其实我们自己越做越熟悉熟练，所以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反而不一定会很清楚。就知道边做边摸，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亲民的客人，我们还是继续会去做推广，
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提供课程的目的，一开始其实我们设定不是要提供到最专业，我们希望就是说，其实从消费者到玩家，甚至到店家，都能在我们这里就是比较不受拘束的去做讨论交流。我们开始会办杯测会，就是公开杯测会。那我们甚至也会邀请有一些是上次我们就邀请瓜地马拉直接贸易的，那我们直接办杯测会，就是希望我们认识生培的可能，而不是只在说生培只是不好的豆子才会做成生培。所以我们更多，我们应该更专心在是要让更多人了解中生培之后生培的美好，对啊，这种比较传统的味道。我对于这间店，其实我一直有的期待就是它真的可以把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就认真看待咖啡这件事情，可以在高雄这一块，或者是南台湾这一块土地上可以好好的根植。因为说实在话，中北部已经这个文化已经成型，有略有雏形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咖啡市场比较饱和，而且有相当多的赛事跟就是文化节在支撑的一块地区，对。但相对于南台湾，咖啡可能还是一个民生用品，就是它就是日常喝一杯的饮料。那这不是不好，咖啡本来就是一个民生用品。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只是像喝手摇饮，就是把咖啡喝下去，然后它就是一个提神饮料，把它当蛮牛在喝，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违背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饮食文化的定义。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栏目一个很大期待是，他真的可以把关于咖啡认真看待咖啡这件事情，可以在南台湾做得很好。我觉得只要先做到这一点就够了，然后可以带给顾客很好的产品体验。就算要花点时间，也想喝杯实实在在的咖啡。即使多花点力气，也不想错过咖啡里的各种可能性。他们以这样的精神经营这家咖啡烘焙工作室，不只得到哥哥的全力支持，还有远方外婆的期待。第一个是觉得自己家人没有什么不停的道理，但我觉得概念，我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家人，当然就是支持到底，不管家人要做什么，对，都应该是要绝对的支持。那最主要的因素的话，其实前几年有一次，我外婆她要从我妈妈请我带我外婆从屏东内埔，然后要去我台南的小舅家，因为就是带我外婆去那边当度个假住几天。那时候我外婆就跟我说，那个书城现在在哪里啊？我说在台北啊，现在还在念，那时候还在念，快要毕业，还在念书。她之后可能想说要不要去咖啡店开一家咖啡店什么的，可是我们要想办法。就那时候我外婆就说：“好啊，做啊，会成功啊，啊你们就赶快一起做啊。”对，那时候我外婆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记得很深。对，所以我那时候，对啊，其实应该跳出来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这样。那既然家人支持什么，虽然外婆现在不是不在啦，就可惜是没让她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切，但是他讲的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面。家人的支持是咖啡店最大的动力，让他们得以继续钻研精品咖啡的究极美好滋味。在高雄也慢慢累积了一群忠实饕客，也肯定了他们一直以来坚持日式烘焙冲煮的信念，也对未来有更多的期许。基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会觉得老板就是有很多有很好的坚持啊，然后对于商业跟市场上的坚持，我觉得都要好好坚持住，不要被就是现在一些什么销价竞争啊，一些连比较cost down 的文化去影响，就是该坚持的东西要好好坚持。老姜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厉害啊！其实说实在，真的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工作，其实要没有他，其实还蛮难完成的。就是他在味觉上的经验啊，到他冲煮上的技术。我们就是这样彼此交流切磋过程，其实我不知道对他怎么样，可是对我至少我说成长还蛮有用的，至少最起码也有督促的作用。有些时候是我在煮的时候哪里遗漏了，都会有一个人帮你看着你缺的部分啊，这样。
所以就是祝他考研究所顺利。虽然说我希望他不要上，但是因为不然上了之后我就没有人来帮我了。人生大步向前，对于咖啡的知识也是学无止境。坐在这里细细品尝一杯精品咖啡，其中的酸甜苦香如同人生滋味一般，在时间的酝酿里慢慢回甘。从说是咖啡树下来，不同的处理方式，它可以有180度不同的变化。那同样的生豆处理完了，我不同的烘焙，它也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甚至同样的熟豆，我不同的冲煮方式，我又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跟风味表现，会让你觉得每一个步骤，它虽然都是同样一棵咖啡树生长出来的豆子，但是通过人，它可以展现出近乎。无限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咖啡对我来讲很迷人，跟酒跟茶不太一样的地方。